刚才我的洗衣机报错，说是排水出现的故障。那如果它排不出去水，它就会启动一个报警。然后我现在下面它有一个过滤的装置，这样的话不会把那些脏东西都排到下水道去，但是时间久了它就会堵塞。所以现在来把需要把这过滤的装置拿出来清洗一下，但是你又不能直接拿它，因为这个时候机器里面可能还有水，所以用旁边这个皮管子先把多余的水给放出来。都放的差不多干净了之后呢，先用这个大盆，大盆完了之后换成扁的小盆，因为这个可以更矮，所以保证这个重力可以把尽量多的水排出来，然后再把它过滤的转开，清洗干净塞回去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排水。Okay, 现在这个比较高的大盆水已经装了差不多了，然后这个重力的话没有办法再放更多的水，所以一会儿我们要换这个比较浅的盆接着来装。现在高的盆已经装满了，而且水管已经放不水，我们再换这个比较浅的盆接着来放水。现在我们来把这个 filter 或者 screen 打开看一下，要往里摁，然后再逆时针的转，希望不要被 surprised。 Oh my goodness， 这就是为什么排不去水呀，好恶心。 OK， 来把它清理一下。好了，清理干净，现在把它放回去。没有关系。